啊，等一下，不要那么紧。第一个动作，两个同时往后退，他没有甩的动作。当你拉长以后，手要出去。安尼上顶啊啦，各位，我所谓的曲度就是这个，你要让它松松。你们刚才两个这样子就变得很紧，没错吧？好 ，OK， 来，这个是曲度喽。一个人甩，先讲好，谁先甩？甩，拉，放，你没有放的动作。甩，拉，放，有没有？是默契越来越好了。来，再来。来，我开始哦。甩，拉，来换边甩。手要放松哦，你不要弄那么高，孟大哥，你的面线长得很奇怪。来，甩，拉，同时拉，你没有拉，来。甩，对，你们不能甩哦。来，换边换你甩，甩拉，这个就很正确哦，这样了解哦。啊，断掉了。好了，不要理他。我们断掉的话，不要理他哈、就直接撕掉就好。他要给猪猪吃的。好来，请你去抱着老公的腰，去吧。摄影师，大姐同仁拍过去，搂着腰，亲密一点，看他，不要看我。你要蹲下来把。